潛力股啊，今日講呢只就係感恩生殖啦，係搞啲輔助生殖嘅業務嘅。見到啦，佢一方面咧就佢嘅業務方面咧有國策嘅好消息啦，就係北京咧就宣布咗咧有16項咧輔助生殖嘅項目咧就可以納入咧就醫保嘅報銷，換言之咧佢呢啲咧就可以咧就啲嘅錢咧應該就係攞去醫保報銷啦咁樣嚇。至對咧依類股份咧，其實或者經營依類業務的公司咧係有幫助嘅，所以咧公布咗呢個政策之後咧，就即刻彈啦！之前啊，琴日啊彈啦，今日再彈，就連續兩日成交增加添嘅。咁所以咧個消息面係利好嘅，咁而技術走勢咧都唔錯喎嚇，尤其咧放大啲俾大家睇下啦。之前咧，呢度一個橫行區咁嘅小型橫行區嘅，而家一抽抽穿落，而家再升。換言之咧，就呢個可能一個奇形啦嚇。依家上奇形，可以有機會再於奇形咧量度升幅啦，就係呢個高位同呢個高位度上去，再度上去。換言之咧，係有機會再升多少少嘅。咁當然啦，呢兩日咧升得升得比較大，累積升幅比較大，尤其琴日升咗成一成咁滯。今日咧就再升多啲，咁所以咧就可以等佢回回先，回回試翻呢個奇形嘅頂部啦嚇。奇形頂部幾多咧？度一度啦。奇形頂部係8.5到，之換言之咧係落到咧幾多？落到9之下先啦，最好就接近8.5啦，先咧就吸納佢博佢咧，就回試後抽之後再上就完成埋咧呢個奇形量度升幅。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技術走勢嘅分析啦，其實除此之外咧，佢有少少似咧呢個頭肩底嘅嚇，咁啊試畫畫俾大家睇啦。係啦，就係今日肩頭肩，佢唔算係好靚嘅嚇，咁但係咧總嘅嚟講個勢咧都係啲收集咗向上嘅跡象嘅，所以咧就可以咁樣做啦。咁博佢，咁你其中一個咧。呢、这個重要嘅阻力咧就係白天線啦，10蚊到啦嚇，回一回先搏佢啦。如果但係穿咗低位咧，就可能要控制風險啦。那個控制風險位咩咧？俾埋大家啦，8蚊到，即係接近咧就8.5或者喺8.5之上啊，8-9之下至8.5之間可以做一個操作啦。咁就如果穿咗8蚊就要止蝕。咁上網咧係睇10蚊以上，因為重要啲，呢個就係平均線嘅阻力位啦。於更重要啲嘅阻力位咧，就係呢個前浪頂啊！前浪頂講緊係12蚊嘅，所以咧都有啲潛力㗎，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